颁证奖章，由中国国民党江启臣主席颁发奖章。我们一起法眷明义法师代表此殊荣。有请江主席宣读奖章证书。实践一等奖章，颁发奖章证书。无上荣耀，这里由示意代表宣读奖章证书内容。静心长老光德寺住持，毕生致力弘扬佛法，曾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、中国宗教读协会理事长，现任世界佛教华生会会长、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台湾分校校长、本党中央评议委员、本党身心障碍者保护基金会常务监察人，热衷心学创办净觉佛学院，培育人才，推动慈善公益事业，发扬宗教教化功能，启迪信众，造福商职，贡献卓越，功在党国，舒坦加配，特颁实践一等奖章，用之表扬。主席江启臣，中华民国100。